好，这一边我有25.801，然后我减2.54，然后我放零，1.01，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它不够，我这边就会变成气，这个是十，然后10减4，我总共是六，7减5，我拿到是二，然后5减2，我拿到是三，所以23.261，然后我的23.261呢，再减掉3.700的时候，这边是一，这边是六。然后这个不够的时候，我这边接位二，然后我这边就12，然后12减7的话呢，我拿到是5，然后我这边不够我要接位，所以这边是一，然后这边是12减3，我拿到是9，然后我就有19，然后小数点对齐，所以我拿到是19.561，所以我在这一边我25.801，然后减掉2.540。然后这一边是一，然后不够，这一边这一个是七十，然后10减4，6，7减52，小数点23.261，然后再减3.700，然后这个六跟一倒斜，然后这一边这一个就二，然后这边就12，然后12减7，我拿到是五，然后这一边它不够，我再借。一，12减9，12减3，9，然后它会变成19.5。然后我要检查答案的时候呢，我把减搬过来变加，减搬过来变加，所以我这一边呢，我的这一个什么19.561加2.54，然后再加3.7000，然后这边我补上来一，然后十，然后5加50，1加7，8，然后这边就。1加9，10，15，然后这边就一，25.801，25.801，正确了，OK，好。